默的。是否能体会夜太醉太美，就忘了昨日伤悲。专业的晚睡的派对，霓虹绕着你，音乐声起心乱飞。同样的感觉有点点厌倦，当时先突然出现我面前，爱你的时候如此高度，当时如此，当时如此，爱你的慢慢靠近后加速的心跳，爱你的手正靠近耳边围绕，爱你的香气一次去就随风飘。哇，难怪说自己有整段的爱你的单曲推广，就是这个。这是一个打歌环节，其实是对对对，跟解压没关系，是有一种那种不好意思羞涩的那种可爱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动作跟歌词都是指给我为你举起高脚杯，然后心跳荡的时候是这样的，动作都指给。看出了于朦胧的被迫营业。于朦胧上去第一个就弹上了一个心动，心动，心动，来了亮台时间，表白时间，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啊，来。亲爱的小姐姐们，如果喜欢他们这个非常有诚意的很努力的表演，请给小星星。哇，大家都很喜欢那个表演，我觉得他们这长得帅就解压。22个，哇，22个。哎。